正。乌日的乘客们，大家午安。我们是大安国中弦乐团，那大家一定很好奇，为什么一群国中生然后出现在这个乌日站呢？要非常感谢高铁乌日站给我们这个机会。其实现在我们是在暑游期间，但是其实我们每一次的暑游呢，都会一定会去各地去演出，有可能是育幼院，有可能是医院。对，那很开心，这一次呢我们的主题是铁路有爱，大家一起来，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哦，因为等一下会有有奖征答。铁路有爱，大家一起来，艺刚好是艺术的艺。我们这次呢主题就是要去收集各个地方的快闪活动，那所以早上呢其实我们已经在台北车站呢已经先做了第一场的快闪演出，那今天呢也在这里呢为大家带来八首不同风格的曲目，总共会分成三段，那请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好，因为等一下我们会问问题。接下来呢第一阶段我们要带来耳熟能详的台湾民谣两首，第一首是叫做望见春风，第二首叫做阿里山之歌，那大家可以听听看由弦乐团的版本呢有什么不一样。对，好，那就借由大家的掌声，让我们来欢迎大安国中弦乐团的指挥许慧平老师带领的大安国中弦乐团。
想要用掌声破坏这样子美好的宁静，对不对？其实在大雨中然后听着音乐是真的是蛮享受的。然后弦乐团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弦乐团很适合在室内演出，因为在室内呢它可以被听见它那个细致的抖音啊互唱的旋律。好，那现在有奖征答要来咯，请问我们是来自台北的什么国中的弦乐团？哦，对，弦乐团没错，大安国中弦乐团，哇，太厉害了，谢谢，我们有礼物哈，好，很好。接下来第二个问题，请问我们这个主题呢叫做铁，哇，已经知道了，铁路有爱，然后什么五个字？大家一起来，请问是哪个意？意识的意 ，Yes， Bingo， 谢谢，很棒，很棒，谢谢。好，第三题比较难一点，猜猜看他们是国中几年级的学生？有两个年级，有两个年级，猜嘛，就猜猜看。好嘞，绿色衣服，一升二跟二升三，正确解答，你好强哦，非常好。好，这些学生呢，其实他们即将过完这个暑假，有些人就要升上九年级开始读书，但是这是一个累积他们非常好的经验，所以再次感谢高铁台中站给我们这个机会。那接下来呢，三首曲目，好，这是来自于古典乐派跟浪漫乐派，大家会觉得哈，这样听起来会不会睡着？不会，好不好？第一个曲目呢是海顿，那这个海顿呢，其实是 F 大调小夜曲，通常这个小夜曲呢。通常是拿来表达情感，多半是跟爱情有关，但是海顿做的这一首呢很像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在诉说，哎，她在可能读书啊或者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那种内心安静的感觉。所以大家可以等一下，哎，我刚刚就到后面去，然后觉得，哎，坐着看书享受音乐真的还蛮不错的。第二首跟第三首呢是卡门组曲跟匈牙利舞曲，那这就很明显了，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卡门。卡门来自于西班牙风格，拥有非常浓厚的吉普赛旋律。那匈牙利舞曲呢也是当时布拉姆斯呢就是做了这一首很活泼的快板。大家知道吗？这一首匈牙利舞曲还被用在卓别林的电影里面，是因为它非常具有故事性，很动感，所以就被卓别林拿去使用在他的《大独裁者》这个电影里面。好，接下来这三首曲子要藉由大家的掌声再次欢迎我们大安国中学院团以及刘老师。Thank you.
谢大家陪我们度过从临近的内在来到了活泼的外在。好，现在有奖征答来了，哈哈，最喜欢这个时间的，请问刚刚三首曲目随便说一首，我刚刚那个阶段演出的三首曲目有没有人会？天哪，匈牙利第五号舞曲，好，第五号舞曲，掌声鼓励，好多人，还有人，不错不错。我刚刚演了海顿的《弦乐四重奏》，然后还有理财的《卡门》组曲，以及匈牙利舞曲。接下来这个蛮简单的，请问弦乐团嘛，这里的乐器都是几条弦？都是几条弦？来，请说。四条弦，正确解答，好厉害哦！我刚刚看妹妹啊，就很开心，这样她就会跟着那个旋律摇摆，没错，音乐就是要让人跟着旋律摇摆。好，接下来，刚刚我是啊哈，四条弦嘛，对不对？那猜猜看，这个弦乐团里面有几种乐器？几种？我们让没有回答过的人，有没有人？几种乐器？依照 size 来分。嗨，请说。还有一个，丁大琴，正确解答，超强。啊，没有，我差点要问那个到底是什么乐器，很好，帮我说出来了。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跟丁大提琴就是 bass 四种乐器。好，他们每个音色都不太一样，非常好。然后最后一题喽，请问刚刚那个匈牙利舞曲啊，我刚刚有说它被用在哪一个默剧艺术家里面的电影？就是哪一个？请说，卓别林，正确解答，非常好哦，好感动啊。好，接下来第三段，第三段我们要介绍从国外来的一些很有名的耳熟能详的音乐，总共有三首。第一首是来自电影《狮子王》的主题曲《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这首就是充满着温暖，希望可以带给旅客们一点温暖。接下来是来自于一个作曲家叫做阿尔巴尼亚，他的 Tango。好，那这个 Tango 呢，其实还蛮有趣。这个作曲家是第一位西班牙把西班牙民间音乐带给欧陆，让大家知道的作曲家。OK， 好，所以它里面有丰富的西班牙的元素。最后一首是来自于美国，充满着牛仔风，所以到时候最后的时候会让你很想要跳舞，然后就哈这样子。OK， 好，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许慧平老师以及大安国中弦乐团。谢谢谢。
听到这边跟这边热闹的 uncle 声，没错，让我们来进行我们的 uncle 曲。这首 uncle 曲呢非常有意义，其实这跟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进行演出很有关系。其实大家知道今年就是一个疫情严峻的一年，因为 COVID-19 全世界几乎都停摆了，我们本来也是要出国去演出，但是也停摆了，所有一切都停摆，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也慢慢的拉开。但是台湾很幸运，在这波的疫情中，因为大家一点一点大家都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所以呢我们进入了一个防疫新生活的阶段。所以呢不像现在像加州嘛，加州还要二次的封城，因此呢我们想借由音乐让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再拉回来一点点。我们希望借由音乐带给这世界更多的温暖。接下来这首 uncle 曲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明天会更好，我们期许这整个世界现在这个尖叫声，没错没错，希望我们用音乐来祝福这个世界，明天会更好。掌声欢迎班国中乐团。
安国同学团再次感谢大家。那这次有这样子可以，这算是我人生成就解锁之一吧。能到高铁站来，然后不是只是搭车，而是来演出，真的是感谢各位给我们的机会。那在这里呢，也要感谢我们大安国中的校长洪校长，我们请校长来说几句话。校长一路上都很支持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各位能够驻足来听听这个音乐，那也感谢我们高铁公司给我们的机会。我们明天还有一场在高雄的高铁站，在早上10点，如果各位有缘，希望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明天会更好的这个音乐会，在这边庆祝所有的人都明天更好。谢谢大家。谢谢校长，那也感谢主任还有各位家长，更感谢各位旅客跟我们共享这个美好的下午，这就是表演艺术的魅力。谢谢大家，大安国中学院团在此下台一鞠躬，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同学们要拍张合照，崔毅。